近日，知名男星王彦霖与女星艾佳妮大婚，结亲现场的图也已经曝光。此次王彦霖结婚的伴郎团队非常的强大，圈内知名的男艺人如王鹤棣、秦俊杰、韩东君、尹正等明星当天都集体到场祝福。艾佳妮当天的装扮非常温婉，身上的金器十分晃眼，超大的项链跟耳环手镯一看就知道价格不菲。男方王彦霖本人在接亲时衣服打扮很简单，但手上的一块手表价格却近百万。在网友扒出的图片中，王彦霖这一次的类似手表价格似乎在106万左右，十分昂贵。此前，王彦霖在社交平台上晒出结婚证和一组写真照，并透露了女友艾佳妮其实是自己的大学同学。随后，艾佳妮转发动态并表示，王彦霖大三的时候就已经向她求婚了，两人恋爱长跑终于修成正果，大家也都由衷地为他们感到开心。从官宣结婚消息到举办婚礼，王彦霖和艾佳妮每一次公布喜讯都会迎来一大波祝贺。恋爱长跑十年的他们如今终成眷属，步入婚姻殿堂，祝福小两口今后生活越来越美满幸福，早日从二人世界升级为三口之家。